请收看《维新世界》王禅老祖玄妙真经。王禅老祖太极天龙，万生之主，不过七上帝。见我慈悲悯世无我其上帝，哦，那么看到人家很欢喜的时候，和悦就是训卦，就是老师看为水柔性的做人处事，啊，我们所喝的水，早上起来必须要水，啊，洗澡要水，什么都要水，五谷都要水，都是我的老师。啊，耿为山，如如不动的山，任你怎么爬，啊，你挖它，它也不跟你吭一声。啊，再来坤为地，大地山河，任我们糟蹋，任我们在那尿尿少小便。这个都是我的老师，哎，是我的指导灵、指导师傅，这是王禅老祖的法身化身。然后里面就藏着智慧，哦，那藏着智慧叫藏智，藏智在哪里？叫法身，啊。啊，化身，啊，还有是佛身，这三身一体常住，啊，所以在我们生活是有一个道藏，道是常的，还没开发出来的是常的，你必须要修行才知道一切的道，一切的真理。啊，当你悟了，开发出来了，就为道藏。哦，所以这位修行大师呢，就非常慈悲的说：“你悟了，一切法都是师，一切万生万物都是我们的老师。”我说：“你也是我的老师。”啊，周围都是我老师，老师，风水光都是我的老师，我应该学习感恩，知恩感恩，然后报恩，用我的报身来做一些有益于社会大众的，这即是修行的上圣心法。啊，所以这位大师呢，很高兴的。他就走了，我也很感恩的王禅老祖，借由各种的因缘来开示、来指点。所以各位同修，你们身边的所有都是老师，那么我们在灵魂界上的堂上祖先、诸祖灵魂。啊，你们也有老师，看到子女很喜欢吵架的，各位要注意。啊，夫妻之间，家中很容易反目吵架的，你的祖灵也都在身边。啊，看到你们吵架，他们以为就对了，就依附在两个人的身上。不同也一起吵架，回味过去在世的时候的一切，颠倒梦想，喜怒哀乐的，啊，所以这个都是很危险的。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超度祖先？
寿年会，而让我们的祖先进入坛城，依照宗教的法仪仰仗王禅老祖诸佛菩萨的时光加持，听经闻法，而不要像再生的时候那一种糊里糊涂的事情啊，反目成仇。相对着我们身为还身为人的人，我们也不要随便就看不惯就吵架就反目。你一反目，你的家中你的祖灵啊，也以为这就对了，就开始又进入两个人轮流抢人捡。所以在家里呀，什么事情相互包容嘛，有话是好说嘛，又不是冤亲也不是债主嘛，哦，所以各位火烛回异宗求同啊，我们异宗有两种含义，一个是空界，空界啊，色界，异宗要求同啊，灵魂界啊，祖灵啊，我们的人生啊，家庭。所以在空界、灵魂界、祖灵和我们的子女，也要异宗求同哎，也要求一个同是什么？这是心，我们的善良心、慈悲心与爱心的融合啊的融合。所以异宗求同，要找到这一颗心不偏不倚的这颗心。所以古圣先贤来到世间所示现的妙法太多了啦，太多太多，说也说不完啊。所以火则毁命卦的人啊，你一定要学习包容啊，学习多原谅他人，学习多反省自己啊，自己多忏悔啊，不要再让过去不好的习惯发生啊，要学太上道祖回头看，回头反省啊，这个你才能走上更远的路程。安在不在后好啊，我们再来火雷，好，火雷事后，命卦火雷事后啊，火雷事后人机时，我去嘎嘎巴啦，我去嘎追嘎巴，归追嘎巴就以为我去叫什么嘎嘎啊，人机时啊，投资钱财入不归。啊，肉包子打狗啊！啊，四库财旺，抓机会啦！趁戌丑未年财特别旺的时候，你要抓机会啦，要把握啦，稳得靠后啊！啊，寅马寅申卯酉有灾灰，寅年、申年、卯年、酉年，这四年十二年就有四年。你爱做主意，有官司，了钱个官司个歹看面。啊，若是我们命卦火雷是恶的，你财旺得很，但是你要投资的时候，常常肉包子打狗，有去无回啊，你们就要小心。所以来学易经啊，命中有财，但是你要怎么样来守住你的财啊？有的说啊，财身外物，告诉你
身外事身外物，不该聊的不要去聊，你一聊到家庭的生活有问题，孩子啊教育的经费就有问题，医药费就有问题啊。所以我们要学易经，你学易经自己知道了，该投资就投资，不该投资就不要乱投资嘛，啊，这是一定的道理嘛。啊，那我们再来，火风顶卦，火风顶卦，火风顶卦，财多多啦，进入吉啦，财多多，啊，卯酉有财，双喜临。卯年有年哦，财动来相生啊，哦，你赚一条钱又一条钱又来了，双喜临。还没结婚喽哦，你财来了，老婆也许也就来了啊，哦，这卯酉有财双喜临。巳年亥年月日好，哦，表面财。像今年巳年亥是冲啊，亥年也是冲，是你的劫财星啊，所以啊，或是月或是日，表面财或垮粮，一定要小心，不然你踩下去不得了啊，你就回不到自己天上界的家哦。爱注意，信心智慧摘不来。有信心，你要信心，心是意，你要来学易经啊，你学易经你就有智慧。在前几天我们一位小朋友六岁，不知道读哪一班的初级班的同学的小孩子哦，我们啊九九华会嘛上来哦，我们都是师兄呢，要师父师父，我最近我的孩子跟我赚了不少钱呢。我的孩子怎么赚不少钱？他说有一天啊，有两三位好朋友啊到他家来，好多人没有来了啊，要他投资。最近社会上有什么基金 啊要投资都好赚。啊，他的孩子是读我们的初级班的，现在六岁啊，他就在卜卦去老祖爷爷前面卜卦老祖爷爷。哦，那爸爸这个投资可不可以？卜了一个卦，山水蒙，应爻就动了。山水蒙卦，小鬼拖钱。啊，三折损。有气无悔哦，他的孩子出来，爸爸啊，这些都是小偷哎，哦，他朋友呢，面都红红，哦，等一下过就走啊，所以山水蒙小鬼偷钱嘛，蒙卦小鬼偷钱啊，这就是用意嘛，啊，都是我们的师兄。啊，若是他的朋友、好朋友、过去的朋友、当兵的朋友，突然间二三十年又跑回来了，哎，他也心里毛毛怪怪的啊，他就还没扑，啊，自己的孩子呢，就老祖爷爷前面自己扑了挂了啊，这个钱算起来将近差不多三四百万，哦，所以过呀。大家学易经做得处处可安心呐，啊！大家学易经，公司客户无其心，把易经学好。所以我们在台湾各地，我们在开课。啊，你们有缘，介绍你们的亲朋好友来学易。啊，你们有缘，有福有德，就介绍你们的亲朋好友的子女来学易经嘛。啊，老祖开示。你留财给孩子，不如留德，留道德了。啊，你留德，
很好，应该的，不如教孩子学易经，那更保险。哦，所以各位，我们知道易经，知道用意，你就会知道自己一生哪什么时候，我们可以保护自己，不伤害别人嘛，不要拖累他人呐、啊。所以学易的重要性，啊。啊，那么火风点卦的命卦的人，记住，火风点卦财多多，有很多财。好、啊，卯酉有财，双喜临。好、啊，巳年亥年月日，啊，表面财而已。啊，信心智慧财不来，要有智慧。信心啊、哦，所以我们本宗门的同修啊，大家要有信心呐、啊，依法不依人啊、哦。那么你们还比我好太多了嘞，我爬了八年才把易经六十四卦背起来，都是刚刚好八八六十四卦啊、哦，才悟了。我悟了，我绝对要将我所悟的毫不保留的推广，让更多的人。啊，有能够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，而、啊、你的损失不是你个人，而是周围你的家庭，还有亲朋好友，扩及到整个的社会的和谐跟安定。好，那我们再来，啊，火水未济，忧中忘喜，火水未济，八八六十四卦的最后一卦，好、啊，火水未济。火水未济啦，到山顶，爬到山顶去了啦。啊，一生辛苦终修行啊，一生辛苦终修行啊。啊，那么秋财极旺，子时好时机啦。秋财极旺，好时机，成本计算。勿失信呐、啊，因为火水未济，就是我们兄弟要处事。你讲义气很好，没有错，人应该讲义气，但是你应该要有智慧，不然你的义气让人、你的亲朋好友没有得到利益。曾经我们一位老信徒民意代表 啊我说哇你以后真的讲义气啊，朋友没有 XO 可以喝，你可以买二十几年三十几年的给朋友喝，你孩子出社会要你的老婆去跟人家借。代表眼睛瞪大大了，师父你怎么这么讲？我说对呀、啊，你讲义气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人家讲义气呀、啊，但是你对你的家人、孩子有没有讲义气？有没有尽责任？哦，他老婆在后面眼睛就来了，谢谢师父你给我先生当头棒喝，他就是这种人。朋友没有酒喝，绝对不可以。孩子没有钱可以住宿，叫我想办法。啊，结果那些朋友，他碰到问题都跑光光。哦，我告诉你，你不能怪朋友，朋友都永远没有错，是你自己错，没有智慧。啊，这个是上天给你的考验。看你有没有智慧。后来这位民意代表，啊，他过了他一两年的时候，他不做民意代表不选了，好好做事业。啊，那一句话，牢牢记住。朋友没有钱可以喝酒，他想尽办法给朋友喝酒。孩子没有钱。
自从叫老婆去想办法，哦，他就很忏悔，很忏悔。现在也来读我们的易经大学的课了，看到我师父很拍咧咧做拍写，我无什么拍写了，嗨哟，这是老师啦，将你的经验告诉你的朋友，还字兄弟爻，此事的你要小心，哦，你要量力，要会计算，啊，要会理财，好，啊，那么命卦火水未济的命卦，火水未济到三点啊，啊，你想喜欢的做阿哥啊，喜欢被想管的啦，好，那走到山顶上，你就要下坡了，没有路回走，要下坡了吧？啊，一路辛苦啦，终修行，你跑到山上去啦，自己背起你，干嘛要做冰多啦？贫道啊，冰多冰多啊，一身轻啊，啊，冰多什么身上财都空空的啦，好，啊，秋财极旺啊，好时机啊。秋就是孙有年，孙有年你的财运就比较好一点啊，那个，但是你要注意平时就自己稍微要把你克服的啦，不然孙年有年财运到了，那时候你没有本钱了啦，怎么发财啊，是不可能啊，哦，所以秋财极旺好时机啊，成本计算勿失信啊，不要失去信用，要多学理财，所以各有天命，各有天性，不可强也，但是智慧大家要学啊，要有正确正知正见的人生观啊，你的人生你才会啊心安，才会理得，否则的话你讲只讲义气，并不是真正的义气啊，你所讲的义气吃喝嫖赌瘾的义气，对你的家，对亲朋好友，对社会，对你回家的路根本没有帮助，会越陷越深啊，到最后来进入黑暗的地狱，谁也救不了了，以此勉励各位，祝福各位。We'll be right back.